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啊！这首周杰伦的成名曲，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。但是龚琳娜唱这首歌，您听过吗？还有就是陶喆唱念做打秀京剧，您见过吗？这些呢，过去不可能实现的桥段，最近在一档叫做《全能星战》的节目当中，您都能看到。有偶像派，有实力派，更有剑走偏锋的龚琳娜强势应战。这场专业歌手之间的竞争，想来一定十分残酷，更何况八位歌手都要挑战全新领域，原本唱神曲的改唱起了 rap， 唱流行的要唱民歌，而唱 R&B 的则干脆唱起了京剧。